现在你们是在山上第一次直播，这些猴子也是第一次吃香蕉。有空你们可以来看一下直播，晚上直播特别多，车顶上也全部坐满了。然后你们有的老铁打字没有看到的，大家就理解一下。下去下去，让别人来吃下去。专注看小猴子了，大家就理解一下啊。对对，那个宝妈给他吃，来，你看，你看这个宝贝，妈妈还好呢，妈妈还给他吃香蕉是吗？你看小宝贝在吃，过来，都是乖宝，过来，小萌仔好小啊。宝宝在吃馒头呢，妈妈在吃梨子。小宝妈在吃馒头，你看看。还是对玉米感兴趣吗？宝宝，快来！哎呀，真能干，直接上嘴巴了是吗？你好贪心呢。好，吃完了再拿啊，吃完了再拿，乖了。来，让宝宝来吃一点好吗？来，小宝来。真棒，小宝贝也能干啊。大宝贝。你好干净啊，是不是？又干净又漂亮，是不是？哎，不吐皮就棒了，真棒！
慢慢吃。你看你怎么在吃啊，把皮全部吐到车上。你还会吃呢啊，得把皮全部剪掉再走啊。